圣诞节，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，是众多节日当中颇受重视的一个。很多人都会在圣诞节与至亲的家人朋友共聚，互送礼物表示心意，而每家每户都会挂上不同的装饰品，去营造一种和平欢乐的气氛。多年来，不同国籍、年纪、背景的人都会庆祝圣诞节，而这些装饰呢，都喜欢用同一个主题来布置。首先，背景是一个马棚，里面除了牲畜之外呢，还有牧羊人、东方三博士、约瑟、玛利亚，以及圣诞的主人翁，躺在马槽里面的圣婴耶稣。到底这些只是一种布置，还是真有马槽、牧羊人、三博士等等呢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呢？是否真的有耶稣这个人诞生过呢？而他又是否圣诞节所纪念，会为人类带来盼望、喜乐的和平之君呢？为了追寻圣经里有关圣婴诞生的记载，恩与之声摄制队连同梁彦成博士、刘倩怡以及谭品丽专程来到以色列寻访这件事的真确性。根据圣经路加福音所写，大约2000年前，神差派天使加百列到以色列之加利利地区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，向一个尚未出嫁的童贞女玛利亚宣布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是一件关乎全人类的大喜讯。梁博士，我们来到拿撒勒，这里是报喜堂。听说啊，这里啊是天使向耶稣的母亲显现的地方。对呀，耶稣母亲玛利亚所住的房子被发现呢，在这一教堂的下面。据说啊，他在这里遇到天使，而且呢，下边呢还有一口井。据说他最先在那里啊遇到天使加百利向他显现的。这里呢让我感觉很特别，这里整个地方是拿撒勒，现在呀是10万人居住的城市，当年呢只是个方圆数里的小镇。在这个细小平凡的地方，一个平凡的女人突然呢遇到了神圣的世界呢向她显现了。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啊！而这个神圣的世界呢，却是天使啊，将一个重大的责任告诉他，就是人类的救主啊，乃是由他怀孕的了。这就是啊，圣诞节所指大喜的讯息吗？对呀。今天的拿撒勒成为千万信徒到访参观的地方，但是童女从圣灵怀孕生子，是一件难以用理智角度去了解的奥秘。到底耶稣是否真有其人呢？而他是否圣经所说乃是创造宇宙永生神的独生子？到底这些事迹有没有人亲眼见过，可以证明是千真万确的呢？如此啊，这一带虽是小镇，但是耶稣的家族一直在这里。这个地方如何被发现的呢？乃是当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，这个罗马大帝的母亲呢，这位很好的基督徒呢叫 Helena， 到处寻找原本的地方，来到此地呢，派一名叫约瑟的犹太人呢，信奉基督教的提比利亚人约瑟，那么到此呢去寻找啊，向各家族那么进行查询，却知此处啊乃是当年玛利亚所住，是他遇到天使的地方。所以一直以来这些历史遗迹也相当可靠。听你说啊，真的是非常可靠。其实报喜堂的这个喜是什么喜讯呢？其实啊，是对人类之喜讯，不单是有喜呀、啊、
比如说太太有喜啊，是对家人而已。那么这个喜悦之讯息呢，是给予全人类的。人类千百年来众多的苦难和罪恶和自相残杀，今天有机会了结了。那么所有的苦难，耶稣基督啊都来承担，所有的罪过可得清洁和宽恕了。那么这种宽恕、清洁和苦难的这个承担呢，就是喜讯了。人类的生命可得扭转，有新的开始，可以回复和宇宙的主宰一种美善的关系。是你零下光翻尘，抛去尊贵，甘心牺牲，十架难酬金主大能，神得胜了，已成就救恩。同赞你耶稣得胜荣耀，齐高举耶稣宝贵名字，颂扬主。为了更深入了解这关乎全人类的大喜讯，我们按照圣经记载，从拿撒勒往伯利恒，因为这里是耶稣出生的地方。到底伯利恒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伯利恒是位于耶路撒冷南面五里左右的一座小城，它比邻近地区土地更肥沃，再加上它位于一平坦高原之上，农作物丰富，故伯利恒之名又有粮之乡之意。这个细小城市却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参观，因为这里呢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地。这寂寂无名的小镇能成为每年圣诞节也纪念的地方，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，一定有其独特之处。这是主诞堂，很著名的耶稣出生之地。伯利恒这个地方呢，以往被称为面包之城，希伯来文呢是指面包的意思了。这城呢是一个小镇，最近呢考古学就发现呢，正在这一带呢，耶稣出生的山洞一带啊，却是呢从前呢伯利恒城小镇的这个地方。从耶路撒冷一直走过来呢，当时约瑟玛利亚是怀着身孕来到这里，忽然呢就作动了。那么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很奇妙啊，因为远古预言是如此说，伯利恒以法他地，这是啊救主降生的地方。而罗马大帝黑准呢是刻意建造神庙啊，以镇压基督教。那么这个黑准呢曾建神庙啊，镇压耶稣基督啊曾复活的地方，钉十字架的地方呢也在此建一庙，以罗马神呢来挡着，因此呢也是更容易被人发现这个地方。当 Helena 皇后啊来到找寻的时候呢，她便找到了这个地方。原本是露天，两边呢都是这个罗马柱，很美的地方，称为 Basilica。后来呢，历代啊就加建成为一所教堂了。这个地方呢又名大卫之城，因为大卫呢也在此地啊是出生和成长。耶稣基督呢也是大卫的子孙，全部呢在旧约圣经中均有预言，最后48个预言呢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早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，神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，耶稣会是帝王大卫的后裔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。
从今直到永远。那48个预言的应验率呢，是10^181次方，是科学家的研究。10^181次方的几率呢？但是结果呢，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，其中的一个预言说到伯利恒以法他地永恒之主就在此诞生。按照圣经的预言，神的儿子耶稣以婴儿的形象于伯利恒降生。2000年前的一个平静的晚上，在伯利恒附近的郊野地区，有几位平凡的牧羊人忽然遇到一件很不平凡的事。这个地方呢，令我们回想当年呢很美丽的一个晚上，繁星密布的晚上，一颗特别光的星，在伯利恒很多人都看得见。在野地里，一群牧羊人突然间就遇到了神圣的世界，向他们显现，看见天使天君，告诉他们呢，在大卫城里救主出生，就是这位主基督啊，这位耶稣基督就在此降世。于是牧羊人就前往。到底牧羊人前往伯利恒城能否找到圣婴呢？到底是否真的有马槽呢？东方三博士是否真的出现过呢？这种种的事情如果都得到证实的话，就表示耶稣确曾降生于伯利恒。耶稣降生就不再是一个传说了，而是历史的事实，也不单只是在今天圣诞卡上或是百货商店里面用作装饰的题材，而是人类得到盼望的关键。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正视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。这个普世欢腾的日子，看来不单单只是一个传统节日那么简单。圣诞节，一个普天同庆的欢乐日子，是为了庆祝2000年前一个婴孩的诞生。按照圣经所说，昔日玛利亚被圣灵感动而怀孕，于将生产的时候来到伯利恒，由于找不到旅店栖身，而玛利亚也临盆在即，她与未婚夫木匠约瑟唯有暂时在一个马棚里面休息。就在这里，玛利亚生下了耶稣，之后用布包好，安放在马槽里面。到底这段记载是否真实呢？到底有没有马槽呢？这里是伯利恒。从前呢，这是耶稣出生的地方。所谓马槽圣婴呢，原是啊一个山洞而已。那山洞呢，就在啊那边。那么这地上呢，我们就看见往日呢，海伦娜皇后呢来到所建的这个教堂了。那么海伦娜皇后呢，大家也记起啊，我们提及过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个母亲了。那么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接受了基督之后啊，他母亲其实啊是很好的基督徒。君士坦丁大帝呢不再镇压基督教，于是赫瑞娜呢到此呢寻找耶稣基督原本的地方。究竟这里是否真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地呢？原来啊，根据殉道者啊这个尤斯丁的记载呢，大概在这个2-3世纪的时候呢，当时啊他说是在这里啊，其实很多人也知道啊耶稣在这里出生。后来呢，很多人呢就旅游到此了，那么也知道耶稣啊在那里出世，所以耶稣出世的地方呢是相当的肯定。而这个教堂呢是人类最古旧的教堂，因为它在这
因为他在第四世纪呢，基督教刚刚承认的时候建立这个教堂。这个教堂之内呢，这个罗马的柱子呢还保存着，其他大教堂已被其他族呢入侵的时候啊毁灭过，例如波斯人进来毁灭教堂，接着呢阿拉伯人呢也毁灭很多教堂，但这个教堂啊没有被波斯人毁灭，主要原因呢是三博士其中一位啊，他的画像啊是穿波斯服装的，那么波斯人看见与他们有关呢，于是啊不焚毁了这个教堂，所以呢这个教堂啊就能保留啊1600年。那么这个教堂保留1600年，有罗马的柱及十字军的画，而且呢这个种种遗迹一直保留到今天，是相当的古旧，而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啊就是再次诞生。这里呢，就是耶稣出生的位置，它原本是一个山洞。他出生之后呢，还看到这个山壁的这些个遗存呐、啊，还有这个遗留的山壁的影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人也来到这里，希望一睹耶稣出生的地方，一起默想当晚发生的一段令人神往的事迹。有关耶稣基督出生的故事呢，其实啊是很美丽，因为它是从平凡人那里开始的。上帝似乎很幽默，他将历史的重点并不放在皇帝将相，而是将它转到最卑微的地方，一个马槽，几个没人注意的人开始，一个木匠，一个少女。原来人类的救赎是从平凡人开始。一个星空密布的晚上，这几个平凡人就展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页。所以当时希律王在耶路撒冷啊，当时三个东方的智者来到，所谓三博士，圣经呢没有说多少个几个博士呢，甚至有人研究啊，这三个博士可能其中有一位来自中国，因为中国汉朝的当时的观星学很著名，因汉朝的后汉书啊有记录伯利恒之星的出现，有颗很亮的星啊一直向西边走过去，走了70多天呢，仍然可见到，与中国后汉书有记载，是否其中一位博士来自中国呢，我们则不得而知了。当三博士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耶路撒冷的全城啊也有点不安，希律王呢更是坐立不安，因为代表控制此处的权力，但三博士来说呢是有一位新的王，既有另一个权力出生，但不在他的地方，不是在希律王的控制之下，而是在民间那里。那么希律王啊就十分难接受这个现实了，所以呢圣经描写呢他是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城也不安，因为神来到人间，他并非拣选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做他的仆人，他也并非是在皇宫出生，做什么王子啊太子啊等威风的人物，原来他来是选择做平凡人，正如你我一样，而且在很卑微的地方，一个马槽，一个破漏的这么一个小镇伯利恒，
试想啊，如果在香港最破漏的地方，就是那叫九龙城寨，一天呢，美国的总统说要在香港啊产一个孩子，你想他来到会住在哪里呢？通常会住在最大的旅馆呢、五星级的饭店呢，对吗？想不到啊，他来到九龙城寨里面找了一个破烂的房子出生，很难想象。但是神来到人间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他和卑微的人是一起的了。当时啊，这少女玛利亚呢也是很平凡的女子，她和其他女性一样呢，有她的梦想，有她浪漫的思考。想不到啊，很奇妙的呢，她就遇到了神。天使向她显现，神圣的世界向她显现时呢，要她怀孕。怀孕呢其实很不容易的，因为那个年代的无故怀孕一定给别人很多误会。但这个少女呢，面对着这么大的责任来临的时候呢，他就选择接受。因为留意一些古书画里面所画的玛利亚是很忧郁的，作为母亲养大孩子是很不容易，而且养大那位是神，是对人类带来救赎的救主，你想有多么大的责任呢？所以玛利亚是相当忧郁。当他呢当时呢接受这么大的责任，他说啊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他顾念使女的卑微。他顾念一个卑微的人，同时呢他说这位神呢是将有权势的师位，他叫卑微的升高。一位如此的少女说出如此的话，她明白到上帝并非啊高高在天上，在超越的世界不理会人的上帝。一种敬畏神的态度，一颗因为神而欢喜快乐的心，玛利亚怀着这种心情来接受救世主透过他来到世间这个重任。历史上呢，只有他这个人从头到尾看过耶稣，从耶稣出生到死到复活他全都看过。这个时间之内呢，他养大耶稣有很大的艰辛，见他死时呢又有很大的痛苦，当看见他复活的时候又很大的喜乐。这个女人呢真的是不简单。而为何她在某些话上是如此忧郁呢？是因为她要将女性最伟大的德性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。人类全新的盼望就在这平凡的小镇开始。神的计划是很奇妙的，他选择以极其平凡的姿态来到世间，叫凡相信福音的人都可以得到生命中最宝贵的平安喜乐。他不需要以外表吸引人注意，更没有借着权势地位令人信服他。救主耶稣愿意以最朴素真实的一面来经历世间的忧患，了解你和我的苦困，所以他能够明白世人内心的挣扎，面对烦恼疑惑的无助。最重要是耶稣能够为人类带来新的出路。圣诞节真正要纪念的是人类的救赎主，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已经降生，开始他人间的生活，体会世上各样美善丑恶欢笑与悲哀。最后他更胜过死亡，令人类可以借着它放下一切的重担，得到真正的欢笑。除它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
我们诚意邀请你马上打电话来恩语之声，让我们与您分享圣诞节这个平安的大喜讯。同赞美耶稣得胜荣耀，齐共举耶稣宝贵名字，颂扬主进入荣耀，当得敬拜，欢呼歌唱，全属救主。耶稣，你是王。OK， 大家一齐望嗰边啊！你哋望嗰边啊！啊，睇下跌落水。望下船头前面啦，好啦 ，boat trip 啊，过嚟啦，系啦 ，keep 住手指指啊，少少地定系好轻松啊，少少露牙得啦你。执面啊，执面，执冇问题，系啦，系我要你收啊，所以执少少，系啦。但我夹你个屁股喎。我影唔到你。啊，好靓，好靓。黑白对比合影好啲啦。阿善儿，你黑白靓啲嘅。我先唔靓噶。齐高举耶稣宝贵名。